我来了，别害怕，哪里受伤了？交代一下，我帮你回去。 Because I love you, I miss you, I need you. 昨天晚上淋了雨，应该在发烧，还有她腿部有扭伤，您给她看看。那先出去测个体温，然后再拍个 X 射线。好。身为她的男朋友，你可太贴心了。作为你的女朋友，可真幸福。不是男朋友，是外公。 我怎么在医院啊？你未婚夫送你过来的？未婚夫，你未婚夫可真贴心，陪着你打了一上午的吊瓶，手一直都没松开呢。不是我不松手，是某人一直不放手。好了，别送了。去吧。嗯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跟燕睫毛。哪儿？这儿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这里是集训队。 不是你们卿卿我我的地方，什么卿卿我？等会儿。哎，你说刚刚，刚刚我睫毛掉了，我帮我摘呢。你变好了吗？干嘛跑过来？是我带徐来回来的，他担心这边的
工作。病还没有完全好，就应该待在医院。他不喜欢一个人待在医院。行了行了，放手。哎，好了。老霍，秦时川也是关心我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是我非让老霍带回来的，我已经全好了，而且我也想你了。那既然回来了，就回宿舍吧。嗯。这件衣服是我的吗？嗯。那我拿回去了。训练营，严禁外人出入。普通同事，普通同事就普通同事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也牛吗？肚子饿了，吃饭。吃慢一点。嗯，我也好饿呀。谈什么恋爱？狗都有饭吃，连狗都不如。喂，老霍。哎，怎么听你的声音有些无力的呀？没吃饭。怎么不好好吃饭啊？没胃口。你找我有事吗？我现在就在集训队门口呢，出来吧，给你带了好吃的。真的？你等我一下。你这餐送的太及时了，来，全是你吃的。